大家好，我是陈英哲老师，欢迎大家来共同探究工作分析与工作说明书。首先，我们来先来看本讲次的学习目标：第一个，工作分析的应用；第二个，工作分析的重要性；第三，工作分析的定义；第四，工作分析的功能、目的与用途；第五个，工作分析的方法；第六个，工作说明书；第七。 工作规范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之中，工作分析乃是基本又重要的结构，也是非常实务型的。通过工作分析，使组织的人才适得其所。根据工作分析来定义每一种特定职务的工作内容与架构，并通过工作分析达到人力资源管理的几项目的，包含职业发展。 法律问题、员工绩效考核、能力招募与甄选、员工教育训练、职缺薪资设定、工作效率与安全、工作分类与说明、工作设计方向，进而产生工作说明书与工作规范等。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一个适当的工作分析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新的工作。 不断的产生，旧的工作需要重新的设计。工作分析可以帮助组织察觉环境正在变化，而工作分析中的数据对人力资源管理的每一方面都有它的影响，因为工作分析是一切人力资源最基本的架构，并且同时向管理者提供客观、科学、有用的信息。 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此外，工作分析是一种组织内所执行的管理活动，专注于收集、分析、整合工作相关的资讯，以提供组织规划与设计、人力资源管理以及透过它的管理机制的基础。工作分析的程序所得到的资料结果，可以做成工作说明书。 工作规范两种书面记录，工作说明书是人力资源对于工作描述有关于职位的规范说明，主要是以事为中心，如任务、责任、职责等，对职位进行全方面、详细、深入的说明，为人力资源以及其他工作提供依据，并把组织的总目标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职位。 和人员工作规范，则在工作描述基础上，是对任职资格的条件的界定与说明，是以人为中心，例如知识、技术、能力、职业素质等，主要说明担任此份工作所应具备的资格条件，作为人作为人员招募、甄选。 培训、平和与配置提供依据。工作说明书、工作工作分析是一种调查研究的工作，根据工作的事实分析及界定其执行的时间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经验及所负责的程度，并进而制定执行工作时所需具备的资格条件。工作分析是一种。 组织内进行的管理的活动，它主要目的是在于收集、分析和综合的讯息工作。目的是在建立组织的规划和设计、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职能。工作分析为系统化的一个定义工作过程中所需要的任务、职责和责任，以及预计员工必须具备成功的工作表现。 以及能力、知识、技能和能力，在进行工作分析时，首先要明确的要明确的目的，因为工工作分析所产生的资料，可用来各项各相关管理活动的基础，比如招募与甄选、工作评价、绩效评估、训练、工作职责的分配。工作分析提供。 提供有关于工作活动的内容，以及完成这些活动所需的人力要件。这种对工作的描述以及工作规范的资料，就是用来决定要招募或雇用的基础。可评估每项工作的价值，奠定适当的报酬。必须对于每项工作的任务有透彻的了解，这是因为。 报酬常与工作所需的技术、教育水准、安全灾害等有密切的关联。所有的因素都可以透过工作分析加以确认。比如说，最近有个例子，这个我们都知道，当任警察，如果是外事警察的话，常常到外面巡逻。那巡逻的话，可能有一些呃超前的津贴。那常最近报章媒体报道说，这个基层的原景它的一个。 薪水加上所谓的超勤津贴，高过于一个科长，那就引起所谓的很多的一个讨论啊。但是说，你去，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员警，你愿意在外面巡逻啊，超时一个一百个小时，还是你要担任科长的角色啊？这引起这个不同正反两面的一个讨论。绩效评估是指每一位员工实际的表现。 与事先预定的目标加以比较，透过工作分析可以提供人力资源人员订定,定所要执行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应达到的标准。因为工作分析与所产生的工作说明书可以显示出它必要的技术，因而了解组织应该要提供什么样的训练课程。 工作分析也可以使组织内所有所必须的工作都被指派给特定的职位或个人。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表，有关于工作分析的流程图。工作分析，我们可以说它的两大组成部分，就是所谓的两大的产物，就是所谓工作说明跟工作规范。那如同刚才所说的工作规范，就是以人呃为基础，以人为中心，就不这个职位。 这个人应该要具备的知识、技巧及能力。那工作说明呢，就是这个工作他的实际上的工作内容，以及他负责的一个责任的一、这个权重，以及他的工作的职务的职称啊，以及这个他对上的一个主管以及下属或者是他的一个同事平行的关系。啊。那借由工作分析所产生的工作说明以及工作分析。 应用于组织里面的人力规划、招募、甄选、人力资源发展、绩效考核、报偿管理、安全与健康、员工关系、人力资源研究以及公平雇用。学者对于工作分析进行的方式有提出不同的归类与见解，于是在于它的功能跟单位。 不同和应用出许多工作分析的模式，我们可以归纳成下列几种常见的方式：结构式方法、问卷法、观察法、反弹法、工作日志法以及综合法。以下我们加以详细的说明。采用设计完整并有设计问卷设计法，就是采取所谓有结构的问卷进行调查。 答案跟格式都是被设计好的，予于量化及统计，但缺乏弹性跟其他意见的加入。那至于问卷法呢？它是工作分析中比较常用的是这种方式。问卷法它的优点是在于填写比较方便迅速，填写的人只要了解该职务即可，省时省力，但问卷。 但是问卷的设计以及实施的过程的管控结构程度，则是它的成功要素。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填答者对问卷的填答，我们必须有他了解的程度。当我们在制定问卷的题项的时候，它的文意以及它的一个内容跟这个职务工作，它的一个正确程度，我们必须相当的一个谨慎。因为我们填答者的话，是根据你的问卷。 的提议去表达你的看法，你,是不是認你这么认，你认不认同，啊，是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那这个工作分析，它是依据这样子的一个填答者的数值加以分析确定。接下来是所谓的由专观察研究法，是由专家以及专属的工作分析小组所组成的团队进行工作的观察，并对观察的内容加以分析归纳。 它的优点是，它获得的资讯较为客观，不易与现场有所落差。但是它的缺点是无法为临时性的工作做定义，而观察者的事前培训相当的重要。这怎么说呢？之前的话的讲次的话，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工作是相当的变化，相当的个快速。我们今天观察一份工作，工作观察一份呃职缺职位。 我们要观察多久？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有些工作它是有它的周期性的，可能是一个礼拜的性的工作，可能是一个月的，可能是一季的。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分析要相当的完善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它比较久的时间，但是比较久的时间，那我们就花费比较多的的人力跟物力，那它的时效性就有值得讨论。再者，被观察者。 会不会因为被观察而产生不一样的一个工作行为表现？哦，这个也有可能。哦，那所以说，观察法的话，有它的一个优点跟缺点。过来，广泛比较最被多人广泛使用的就是所谓的访谈法。它能免除受访者的压力跟被拘束，但是费时费力，成本较高。因为我们访谈法的话，不会只执行一次。 这项工作，我们可能会访谈多次。好，那这个受访的对象，他在在这个组织，他的工作表现、工作绩效，是要在于比较前二分之一，2, 还是前四分之一，4, 还是后面的四分之一？那我们访谈的对象，他的工作绩效的不同，那我们所制定出来的一个工作内容的标准。 就有所不同，这是我们执行访谈法应该要所考量的。接下来是有关于工作日志法，它是让员工以工作笔记或是以记事的方式，去详实的记录他工作的内容。优点是简单，短期之内可以获得资讯，但其缺点是填写的人欲语不实，欲填写不实，或者记录不够客观，因为。 人之常情，我们会把我们自己表现不好那一方面呈现在所谓的工作日志上面吗？啊，那既然我们工，我们是由工作日志去制定出它的一个工作内容跟工作分析，那如果记载不实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工作呃，这个工作分析的工作内容就呃失去它的一个呃价值性。好，接下来是个综合分析方法。以上的话。 我们谈论到不同的分析、不同的工作分析的方法有它的优缺点，在实务上来讲的话，通常会综合以上两种方法来执行，啊，避免避免这个单一的工作分析方法有它的优点跟缺点，好，那我们综合分析方法的话，就是让工作分析更加的严谨跟完整。接续，通过工作分析所得到的资料是撰写工作说明书跟工作规范的基础。 而工作说明书与工作规范又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最基本的文件，就是基础文件。工作说明书是一个详列某一个职务的职责、职权、工作内容与细节的书面资料，它是用来协助组织做迅速、准确的决策和规划的工作，也提供了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我们。 就它的工作说明书的目的、功能、用途归纳说明如下：第一点，工作说明书的话，它提供了一份清晰的员工就业信息，因为在这在这个工作说明书里面的话，可以包含了所谓的人员的招募、甄选、雇用以及配置的标准。第二。 为了培训需求跟员工发展所提供最基础的一个讯息，比如说这个员工他担任这个职位，他未来会接受什么样的训练？那我们在工作说明书里面的话，就能呃略窥一二。好，第三项，员工调动与职位变化，通常需要一个预期和计划的过程。那我们工作说明书的话，就可以帮助协助确认工作之间的关系跟权责分派是否有疏漏。 因为在一个组织里面的话，每一份工作都有它的工作说明书。当我们把这个部门或整个组织的工作说明书全部摊开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了解到一项工作它的权责在什么人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权责。好，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一目了然。第四项，提供绩效评估的一个标准的确认，在绩效回馈跟绩效指导之中，工作说明书有相当多的应用。怎么说呢？ 工作说明书里面的话，我们通常会列举他的工作职责。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这工作职责就是所谓的工作绩效的要求。第五项，为工作评价与薪酬管理制定重要的依据。之前的讲次的话，我们提到说，不同的工作内容，它就会有相对应的一个薪资标准。 那我们从工作说明书里面的话，因为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工作内容的一个的一个程度，以及他的权责的程度。那我们公司或组织的话，就可以依据他这两项依据去定出他的一个薪水相对应的一个位阶。好、哦，第六项，提供职业生涯设计的参考资料。职业生涯设计之中，员工的升迁道路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基层工作。 转向到更高职位变化的过程，对工作要求的的要的内容，怎么说呢？一个员工进入一个组织，他讲求的是他职业跟生涯的规划。当，譬如说他现在是在人力资源部门，他担任管理师，如果他要晋升到资深管理师，或者到人力资源的一个经理协理，他工作说明书的话，就可以看出不同职位他应该要具备的。 这个能力啊，他的知识以及他的工作任务啊，当我今天是个管理师，我要晋升到往上一级的时候，我就可以衡量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好，第七项，工作说明书提供企业核对工作设计流程，确认角色分派以及工作设计的流程以及工作系统的优化程度。怎么说呢？ 工作说明书它是一个文件资料，我们透过文件资料的话，可以把这个工作详细的任务以及职责什么等等内容，去非常仔细的一个呃记载。那工作说明书并非一成不变，一个职位的工作说明书有可能会有所谓的修订版，一次修订、二次修订、三次修订，完全取决于所谓的一个。 内部一致性跟外部一致性的一个变化，啊，第八项，以工作说明书为基础，我们可以定定员工的安全相关的规的标准，以减少事故和危害发生的一些几率。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工作说明书里面制定说，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应该要具备啊、呃，应该要防范的一些呃机制，以及我们应该要穿戴的一些防护的一个措呃防护的一些护具。 第九项，企业如果能运用清晰完备的工作说明书的话，在组织结构变革上面，它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因为目前企业的并购、企业的重整相当的频繁。一个组织被并购，当你这个组织是被并的时候，它被并的组织里面，它的工作说明书就会被对方。 拿去做仔细的分析，看看两个组织之间有没有它的职位的重复性。当有职位重复性的时候，它就会做一个调整，或做一个人员这个职位的异动。第十项，详尽的工作说明书，它界定了权责的范围以及工作的基本目标。同时，工作说明书也分析了组织内部如何联系跟内部合作进行确认。因为工作说明书里面的话。 我们会记载这个职位关系利害人之间的网络。第十一项，他给作为行政人员更快速熟悉工作内容跟操作流程的指导，并随时检查该职务的行为跟规范是否要相符。一个新进人员在试用期子的时候，他常常会遇到一个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说他不应该要做什么。那如果一个有一个完整的工作说明书的话， 就可以指导这个新进人员，他的一个行为的规范，以及他工作任务的规范。第十二项，工作说明书可以作为一个管理阶层与员工之间对于工作的个基本契约，也可以帮助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处理任职、在报酬设计、福利、选拔、任用上面的一个咨询的工作。这怎么说呢？我们最怕员工最怕，常常老板的一句交办的事项。 可是这，可是这个加班事项并不在我的工作的说明书之中，啊，如果我们有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工作说明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避免这样子这个情势的发生，好，接下来我们来说明工作说明书的格式。工作说明书的话，依据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格式。大体来说的话，它主要内容可以包含所谓的工作鉴别、工作摘要、执行的职务。 职权跟绩效标准啊，以下我们就分别来说明什么是工作鉴别。工作鉴别包含了工作的职称、工作编号、工作所在地以及这个日期。这日期包含了这个工作说明书它制定的日期、修订的日期。好，第二个工作摘要，它的目的是在给予这个员工对所执行的工作目的、性质、范围以及其他工作。 做一个区别，让它有个全盘的概念。好，那我们在工作说明书上面的文字的呈现的话，尽量要以肯定植树的说法。第三项执行的任务，包含了日常执行、一定时间执行和不定期不常执行的任务。它呈现的方式应该简洁直述，用现用现在式。如果与资料无关的资料，应该要避免或者是删除。 第四项有关于职权这个项目的话，它目的在于界定工作者的权限范围。一般包含了决策的范围、预算跟监督的范围。那有这个工作说明书的话，我们每个层级、每个职位，他都知道说我的权利到底到什么样的地方，什么事件、什么样的经费我可以自行做主，那什么样的事件我必须做一个呈报。 第五个绩效标准，它说明了组织对于此项工作最低的要求。一般来说，这个绩效工作说明书里面的绩效标准，组织在这制定上面都是以所谓一般标准，就是中间标准。它目的在于什么地方呢？管理者的希望绝大部分的员工都能符合此标准。当然，管理者还是希望这个大部分的员工都能超越此绩效标准。 工作说明书它有两大产物，分别是工作说明书与工作规范。虽然内容不太相同，工作说明书是任务与职责的描述，而工作规范则是在规范此份工作者所需具备的资格条件，也就是所谓的 KSA。K 就是 knowledge，S 就是 skill，A 就是 ability。但实务上执行时， 还是将两者合并在一个表格之中，将工作规范列入工作说明书的一个项目。学者黄英忠在2千零三年进一步的说明，工作规范的内容大致包含了工作鉴别、技能需要、责任、能力以及工作环境。技能需要。 包含了所谓的经验教育、智力运用和工作知识。责任包含了对机器、工具、设备、产品、物料、对他人工作及对他人安全的责任。能力包含了体力、智力和判断力等要求。工作环境包括了四周环境、工作危险及工作伤害等。 不同性质的组织有着不同的工作分析流程。即使是同一家企业，在不同时时期所使用的工作程序也未必完全相同。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一个不同的工作分析的方法，啊，有结构法、问卷法、这个工作日志法、访谈法、观察法及综合法。这与组织的发展阶段。 和运作特征是有密切相关的，尤其工作分析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工作，工作描述和任职资格的要求都要随着组织结构的调整和部门职能的转变而随时调整与更改。好，我们举一个近几年最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子。以前的话，早年的话。 我们保险有所谓的个收费员，那保险收费员他的工作任他的工作就是到保护每个保护里面、保护家里面去收取保费。但是现在今天呢，大家不用，几乎都是用转账或者是银行转账或者信用卡转账的方式。但是这个保险业务员、呃保险收费员在保险公司，他就必须改变他的工作任务。 跟工作说明，好。那当他要改变的时候，他就是组织的话，就是要采取所谓的工作分析方法，看什么样的工工作分析方法的话，是对于这个保保费收费员是能改变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此外，工作分析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虽然他对人力资源。 其他的功能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它很难为企业产生直接按立即的效应。我们不能说我今天企业投资了这个一百块，我明天要看到这个一百块以上的价值的产生，好，因为它是需要时间的发酵，且这个特点会使企业经营者跟主管原地工作分析的工作，使得整个工作分析的时间。 无法确定，就像刚才所说的，工作分析不同的方法，有的是很费时的，有的是很费力的。所以说，在执行工作分析之前的话，必须要费用预算的提炼的观念的改变跟接受，才能将复杂、繁琐、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分析完成。最后，工作分析不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单独完成的，它涉及到每个部门以及每位主管。 以及需要每一份，以及需要每每一位员工的参与跟协助，有时甚至会影响到正常工作，所以说务必得到全体员工实质性的支持，才能顺利完成这个工作分析。接下来我们谈论到所谓的一个实事所需。许书阳在2千零四年认为说，唯一的时代来临，工作职场从稳定走向弹性。第一个职称弹性化。 目前的话，许多企业已经懂得禁用大批优秀的员工来担任储备干部。那这些被录用优秀人才，起初可能是一个，呃，总经理特助的一个职称，但是到几个月之后，那企业主才会根据他的实际工作表现给予正式名称。第二个，工作说明书的四维。以往每项工作说明书都有详，每项工作都有详尽的工作说明书，但是现在的工作变化非常的快。 所以说，目前的工作说明书就不，倾向不会详细的说明。第三项，所谓的待遇弹性化，低底薪高奖金的薪资制度，逐渐的扩及到各个组织的部门。作为一项，工作地点的弹性化，目前不会详尽说明这个工作地点，因为有可能是要跨国工作。以上是今天有关于工作分析。 工作说明书及工作规范的一个详尽的一个说明。今天的授课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同学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谢谢。